go. Unexpected victorious tornado energy.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战友网联赛亚太杯第二赛季2016到2017年第四周第三天的赛事。我是小莫，旁边是今天的赛评 Cisco。小莫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啦，我们这一周也来到第三天的赛事了。那昨天其实也打了蛮久的时间。嗯、那今天、昨天比较可惜是 TCG 第一场弃赛哦。那今天迎来第一场的会是 DarkWolves 和 Team Infinity。那大家也知道，昨天如果你有看比赛的话。DarkWolf 打出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对 ，DarkWolf 昨天是扳倒了 Current Tiger 这支来自日本的强队，那也是跌破几乎是各个语言的赛评的一个预料啦。因为在赛前我们一般都是预估 Current Tiger 应该可以轻松过关，结果谁知道，虽然也是5-2，但是比分是反的过来，是 DarkWolf 以5-2击败 Current Tiger。对，而且是在就是两分平盘之后连追到5-2的成绩、嗯。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赛程表，第一场就会有 DarkWolf 对上 Team Infinity， 第二场则是来自台湾的 Horseman 对上的 Collision Zoom， 第三场是昨天比较就昨天打输的 Current Tiger 对上同样来自日本的 B Gaming， 这一场应该也是蛮值得期待的。第四场则是。在前天第一次尝到败果的 EO Gaming 对上韩国的 Mildown。 对，那 EO Gaming 的话，希望他们的声音状况已经调整到比赛当中了啦。因为我们之前真的看到 EO Gaming 在这个不顺的过程之中，真的攻守是有点失序的情况。那希望他们能够赶紧今天能够确实的找回状态，因为昨天的比赛之中 ，EO Gaming。虽然是也是获胜啦，不过有时候也可以看出他们也是稍微有点险情，配合不像以往来的这么的漂亮。是的，那这就是今天的赛程表。那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有奖品要送出去啦。嗯、上礼拜天也是有一样的奖品，那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会提供会抽出两组的200金加上一天披帐，还有三组的经验加倍的个人储备三个。是的，那上礼拜我们也是在比赛开始前先抽一个，然后在四场比赛结束后再抽一个。那不如我们就现在先抽第一位幸运得主吧。那先我们就先在聊天室打上关键字 ，Cisco，要不要想一下我们打什么关键字？那给小莫你来设定吧，我这边可以，你就先打给我，我这边可以直接设定。一个呆滞，想想看我们要设什么样的关键字呢？时间紧迫，想一下。如果是我就选 Cisco 87啊，但是这样是不行的。不行啊。那不然就下礼拜五记得收看 WGL APAC。太长了吧。昨天上礼拜也是这么长，因为直接老师说反正大家都是复制贴上。好啦，不然就战友网联赛亚太杯也可以。那在 Cisco 设定的时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DarkWolf 的选手名单。我已经设定好了，我设定很快的。好的，没关系，那你帮我把它贴到聊天室里面，让大给大家一些时间。那我们先介绍选手。DarkWolf 这边的选手是 Revolution、Backup、Kevin、功力、Lambert、Speed、UE、MX50100、Basic、Basic、Abinu 和 Tapping。又在胜。攻击方的胜率有 34%， 在防守方的胜率则是 21%， 目前积分排行是第七名。对，昨天的往前跃升了一个名次。对，昨天的比赛真的对 DarkWolf 来讲是大进步的一场，能够5-2扳倒，让他们的成绩没有至少没有那么难看，也有一场正式的胜场。是，那这边来介绍一下，等等，介绍一下 Team Infinity 的选手名单。Skill Bohan。Granowski、JT、喵、Party、Savin、Bogunas、Ken、Deska、Gamer 和 JP， 在攻击方的胜率有 60%， 在防守方的胜率则是 75%。目前积分排行是第二名，而且他们还在第一周还是申请延赛的状态。
对，这场联赛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可能不会有转播，不过还是要等 ESL 官方最终的确定，因为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 ESL 寄给我们关于联赛补赛的这个正式的公告消息啊。那 Team Efficiency 本季就是大进补嘛，补进的 Grabnowski， 然后几位新队员像补进来的 Shafi 都已经彻底的融入这个阵容里面。是，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队的选手。DarkWolves 这边介绍的是 Speed， 而 Team Efficiency 介绍的就是我们蛮万众期待的来自俄罗斯的 Grabnowski。嗯哼，你看 Grabnowski 在这边，我觉得看 Grabnowski 的数据，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可怕的数据，叫做击穿率。他击穿率是 86.9%， 代表一件事情，他基本上十炮里面只可能水一炮而已，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据。对，临场反应啊，然后马上看到对方的弱点跟稳定性都相当的高。嗯哼，对，这就是我们在讲的，你一个选手，你最基本的击穿率和命中率一定要做出来。那 Grabnowski 就是标准的俄罗斯的选手，击穿率跟命中率都非常的确实，扎扎实实的把伤害做出来的一位选手。不过我发现字卡好像有点错，两边数字不太一样。你是说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哦，这应该是739啊。对，这应该739会比较合理一点。那 Grabnowski， 你看他的数据就反映在他的这个伤害上面。是的，那以上就是 DarkWolves 和 Team Efficiency 的选手介绍。那我们再提醒一次，开场的时候我们会先抽出一位幸运得主，可我们先抽的是经验价值好了。好啊，等我一下，先抽一张的经验价值的奖励代码，那也算是奖励先来等待的观众们啦。好，所以大家先在聊天室打上下礼拜五记得收看战友网联赛亚太杯。嗯哼，那大家都打好了吗？我就要抽咯。我们先要看完 Ban Pick 吗？ OK， 等一下。好的，那现在的现在两边选手已经开始 Ban Pick 了。DarkWolves 这边先 Ban 掉是 Cliff， 而 Team Efficiency 这边先 Ban 掉是 Ruinberg。 再来第一个 Pick 上面， DarkWolves 选择了是 Vrovenka， Team Efficiency 则选择了 Steps。 嗯哼，那这边 DarkWolves Ban 掉 Cliff 还蛮合理的，因为在近战上来讲， Team Efficiency 有 Grabnowski 这位俄罗斯选手，你单纯在 Cliff 这种地图拼近距离交手可能不是那么有利的选择，所以选择把 Cliff ban 掉是合情合理。那 Runeberg 昨天就知道了嘛， Runeberg 昨天 DarkWolf 那场大爆发基本上让各队不想 ban Runeberg 都很困难。是的， DarkWolf 昨天在 Runeberg 上面是那个在防守方的时候获得胜利，而且展现蛮不错。那再来第二阶段呢，T 这边先 ban 掉的是 Mice， 而 DarkWolf 这边先 ban 掉了 Ghost Town。 第二个 pick 则是 T 选择了 Prohovka， DarkWolf 这边选择了 Himmelstove。 对，那这个选择还算是合理，因为放原野图，你看 Team Efficiency 两个 pick 都是交给了 Steps 跟 Prohovka， 这代表一件事情，是就是 Team Efficiency 希望能够在原野战之中利用自己的基本功和协调性去压倒这个 DarkWolf。 那反观在这个DarkWolf 这边最后一个 pick 给了 Himmelstove， 算是蛮合情合理，要留给自己一点点后路啦。是的，尤其是昨天的 Himmelstove， DarkWolf 表现非常非常好，就记忆犹新，就是刚力推又以的 IU251 尸体去暂跌这件事。那来介绍一下今天最后的选图啦，第一张是 Brovenka， 第二张是 Steps， 第三张是 Prohovka，第四张是 Himmelstove， 而今天的 Tiebreaker 地图是 Mice。 对，那这个选图顺序的话相对来说对于 Team Efficiency 稍稍有利一点，因为第一张 Morvanka DarkWolf 打的其实没有很好，会是一点点变数。是的，那其实以平均的水准来说， T1 的表现应该也会比 DarkWolf 好一点，但是我们还是蛮期待看到昨天是大逆转的表现。嗯，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抽出第一位幸运得主吧。好，等我一下。好的 ，The winner is Spencer TW， 是我们 Horseman 的小萌。好，这一定有黑箱，这一定有黑箱。没有，我记得我们规则上有写说，就是亲友不能参加。对，我记得我们有选手不能参加的条款，我们要重抽。好像选手其实可以参加，但是有规定说主播赛评亲友这些不能参加。对，所以我们要 reroll， 好吧？没有啦，恭喜小萌。大家给小萌一点开心的事情。小毛，恭喜你，那就请你还是照我们的规则，虽然大家都认识你啦，不过就请你把你的战友网联赛战友网的 ID 那个寄到
WGL 底线 TW 这个频道，那我们的人员会把代码直接进到你的 wargaming.net 的 ID。 好，那接下来那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小萌得到的是今天加成的奖励代码，对，三组的经验加倍。那等一下，就我们先用掉了一组了，那我们现在还有两组的经验加倍跟两组的一天披上和200金嘛，对不对？对，那这些都会在比赛每一个对战组合比赛结束后抽出来。等一下，我要先记录一下一些东西。OK， 好的。那这场比赛，那赛前看一下今天的选。那刚刚讲到选图顺序的这个问题嘛，选图顺序的话 ，Moranka 的主要问题点是在于说 ，DarkWolves 的进攻的。这边是问题是蛮多的，包括他们路线的选择，因为我们曾经看过，刚力他的 KRV 推进的路线是完全选错，然后出去就剩下100不到的血量。如果不是那一场那个 B Gaming 自己那个015冲进去是想要耍帅，结果差点变成史上最大 fail 的打法的话，那场应该 B Gaming 是可以轻松碾压 DarkWolf 的。所以DarkWolf 在今天。选择第一个 pick 给了 Moranka， 我相信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啦。那只能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加油，因为 Moranka 这张地图他们真的打得不是很好。那路线选择的话，只能提点他们，就是重型战车在攻击地图左侧的一号点位的时候，必须要走的是三四号线，要留在丘陵的右侧，而不是直接从一二号线丘陵的左侧进攻。因为在三四号线的时候，你对方要攻击你进攻的重型战车，他必须要架出来才有办法做攻击。那你后面就有枪线可以去掩护你自己的重型战车做推进，但是反观如果你推一二号线的时候，对方是在良好的位置，不用架太出来，可以轻松的在掩蔽物后面就把你的重型战车从中间截断，所以然后你的后面的枪线队友是掩护不到的，所以你推进的路线务必要记得一定要选择的是三四号线做推进，而不是选一二号线。是，那这边就真的蛮考验你每一季打出来的经验的。所以我们第一张地图是Moranka 等等就会开始比赛了。对，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说选手要自己要仔细想清楚自己的相对位置和地图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前面在讲选手的地图观要好，那你如果选手地图观不好，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问题，因为 DarkWolf 其实地图观没有很强。是的，因为毕竟还是 TE 这边的预期程度高一点。不过昨天那个 DW 确实也打得很漂亮。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地图的配车。TE Infinity 这边先担任防守方，除了一台 T5151， 一台的 Cardigan， 一台的 ML2， 还有三台的 Bachia 跟一台的 OTAP。而 DW 这边也是出了一台 ML2， 然后一台的 103B， 一台的 Cardigan， 三台的 Bachia 跟一台 AP， 两边的配车相当的接近哦。嗯哼。这边的话，这个 DarkWolf 的配车很明显就是要看起来就是要直接强打一号点位的地图左侧的一号点位，因为这套配车就是理论上讲是要让25TAP 卡在这个点位站点，然后KRV 卡往前卡，在这边利用自己的俯角跟铁头优势卖头掩护25TAP 完成站点。哦，这边 OK， 这边 Party 先被挨了一发。对，这个有警觉，你看 Splits 的103B 有做加强，那在这边做，那在这边站点之后 ，KRV 会看这一边，那一旦对方从这边开始死命扑一波进来之后，后面的枪型就可以在这边把对方截断，然后这边也可以用 KRV 暂时顶一下。因为 Kevin 又吃了一发296滴血量。嗯哼 ，Kevin 在这边还好，第一波探查到 AP 的动向，那现在。DarkWolf 这一边的部署看起来是完成的，那刚力是选择压到斜坡，这也是可以的一个选择。Kevin 被打了两下655滴的血。嗯哼。刚力压这边是 OK 的，但是你现在要注意的就是，你在这一带一定要注意，就是这边可能会加枪线，直接横抽你这一边。你看现在就来了，这边就开始横抽，所以这边理论上讲 ，Carrier 要稍微做一个视野，可是刚 Carrier 做的视野没有做好，被逼退回去的结果就是这边是一个 wide open， 他就可以从中间横抽掉，轻松完成 reset。那 Team Infinity 就不用走这样的路线进去做肉搏战。这边 Skill 的 AP 打了两下之后，先撤手回来，我们看到 Lambert 的视角。
DarkWolves 还在找一个时机可以进行加点圈。嗯，除非 Carrier 把地图魔法森林这一带的视野重新做出来，否则没有办法做站点。就在这边弹了一颗。嗯哼 ，KRV 的铁头还是不好攻击的。哦，这边 Space 开始做移位，那这个移位代表一件事，就是要架这一边，然后要直接从这边做快速的 Old School 的打法，快速突入，因为他知道你在这边有分兵的情况。那我这边快速突入，有机会，如果速度够快，可以在这边清掉之后，反战这一道斜坡和这一边控制好，然后逼死你的部队要进来，跟我再重新交战。那我在这边就有一个局部的优势，多打少。今天的克林菲确实是有点累格，那不过他这边很仔细在看 Kevin 的位置，对，这边协调攻击进来，你直接过去把 JT 打第一个目标，总共掉了1200的血量，该可以顺利把 JT 给收掉。嗯，对 ，Lambert Emil 补掉了 JT 的 KRV， 那接下来就在往后，接下来我赶快往前冲，把这一带给硬压掉。现在 Darkwolf 的部队已经慢了，因为这边。天影飞旋石部队已经回到这一带，随时可以做反扑。你打弹打完，就是天影飞旋石反扑的一个时间点。DarkWolf 的血量掉得非常的快哦，现在已经是一个四打五的局面，而且血量来到了几乎一半的差距。对，因为这一波清的不够快，把人给带走，在 Party 也顺利把 Kevin 给送回车库。对，因为你这一波 DarkWolf 推的不够快，就有这样的问题。这套 Old School 打法相当讲求击穿率跟队友之间的配合。啊，包含这边也被打了一发，不过 DarkWolf 这边只剩下 Speed 和 Lambert 了。来看一下左下角这边关于 Party 的介绍。嗯 ，Party 到目前为止总伤害56249，平均是1607的伤害，那命中率是100%。对，这边开的车也是有关系的。嗯哼，那这边 Speed Party 这一轮刚好是 Hit 全部打，全部没用。这个这一发打了358伤害。这个栅栏真的是我看过 Wargaming 设计过最戳的东西。他正面就是 hit， 就是会打到那个栅栏上。好，这边先恭喜 T 一是蛮顺利的拿下第一胜哦。嗯哼，那这场就是进攻的一个视野，第一波的这个 Carrier 应该要做到的视野没有做出来，被抓到，那被迫往后，因为射太多伤害，被迫往后撤。那之后这边只能改打传统的一二号线冲锋的这套打法。那这套打法 DarkWolf 很明就是清的速度不够快，很明显的瞬间的这个集火啊，还有伤害都不够。那天影飞旋谁反应当也很快，瞬间是把很快就把25T 给调了回来做第二波的回防。所以 DarkWolf 这一波进攻破产主要是两个点，一个就是自己的击穿率不好，然后没有做到快速的清理这一个要求。那第二个就是 Team Efficiency 的反应相当快，对这套打法已经有所预警，所以看到正面有动作的时候，森林这一边地图右侧的三台二五 T 已经马上往回拉了。是的，那 Rovenka 其实也是应该 T 比较擅长地图，加上 DarkWolf 的战术并不是那么的多元。那等一下攻守互换之后，看看会不会有不同的变化。攻守互换的话，就要看一下到底 DarkWolf 有没有办法确实的做出二号点的掩位，因为 DarkWolf 的地图观不好。我认为如果是我是指挥官的话，我会抓着 DarkWolf 因为地图观不好的这个问题，故意去针对二号点位，然后不给你在一号点位有近距离交战的一个机会。这也是一个选择，不过看看 Team Efficiency 怎么想，因为 Team Efficiency 的正面其实是不会输给 DarkWolf 的。是，不过其实 DarkWolf 也可以像昨天一样，昨天有两场是采取了比较正面接触的战术，来迫使对方有正面交战，那来比彼此的小组默契跟个人战绩。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场的伤害输出。嗯哼 ，DarkWolf Space 的 103B 12发打了3400的伤害，再来是 Team Fantasy 的喵8下9发打2600伤害，而 Gronowski 11发打2500伤害，再来是 Skill 的 25T 12发打了2280的伤害。那 Shafi 的25T 8发1900的一个伤害输出，那 Gumley 的 KRV 只打了一轮弹1266，那 Revolution 25T 一轮弹都没打完，只有1243的伤害。这
也是冲锋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啦。但是你击穿率不离，那是你伤害输出没有做出来，是寂静的，是一个事实。你看 Carrier 跟 Yui 两台车都是零伤的一个情况，对，他们是一人都没有打完就直接被激活掉了。对，而且你看 Carrier 只打了一发而已，这代表一件事，你有两台二五 T 没有在做事，那这场比赛冲锋要赢的话真的是相当的困难。是的，这也是算是在运用二五 T 的时候蛮大的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哦，就是皮包又脆啊，其实很容易被直接被带走。主要是集火，因为这边 Team Frequency 第一波集火的话，有效的把二五 T 的伤害给拉掉。像说你看看，像这个 KRV 其实它因为输出能力算比这个二五 T 还要来的差，所以一般一开始是没有集中火力打 KRV 就给他一轮弹打完嘛，他有30秒钟的 CD reload 时间，就不要理他，而且他在战场上要待的时间要有9秒钟左右，要待9秒才能完成一轮的输出，那我可以比较后面再料理。而且推出去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地形掩护 ，ML2 跟 KRV 的优势就没了，所以我这时候先把真正有威胁性的这个二五 T 解决掉，我再回头过来料理你没有弹，然后跑不掉的 ML2 跟 KRV。对，毕竟如果战局拖久有点，像二五 T 这种其实泛用性比较高的车，就会变成比较大的威胁。嗯，对，这种如果你让二五 T 跑掉的话，在摩瓦卡这样地图会有悬念，因为对方可能可以玩出视野压制的打法，把你的阵型整个拉扯到整个支离破碎，所以二五 T 已经冲出来了，就先赶快把二五 T 的血量压低，甚至是击毁。是，好的，那就是等一下就来看一下攻守互换啦。攻守互换的话，我个人会倾向说，攻守互换，我个人会倾向说，DarkWolf 应该会打一套比较传统的打法。那我们来看一下两边攻守互换的配车。DarkWolf 这边担任防守方，出了两台的 Carvergun， 一台的 103B， 还有一台 015， 还有一台的 Bacha 跟两台的 AP。Team Frenzy 这边则是担任攻击方，出了一台的 OBJ 4302，一台的 015， 四台的 Bacha 跟一台的 AP。嗯哼，那 DarkWolf 的话，我觉得 KRV 带多了。带的有点太多了，这输出可能选择两台，可能会比较差一点点。不过如果打成持久战的话，两台配合的好，那 Team Frequency 会难受。是的，来看一下开场两边的走位跟选择。这边 Team Frequency 定下 T 一的 Team Radio。Just go, just go, just go. They can shoot you. They can shoot you.Yeah, this is not. This is the. Fuck it. Fuck it. Just look at what the heavy is gonna poke. What, bounce on? Should I drive around there? You fight. Prime wagons fight 2 each. Where's our E1 positions? Oh, you mean. Fuck, I thought you meant this building. Fuck it, I'm gonna move forward.No, One more shot, I'm gonna do one. Yes, good, good, good. There's I'm an AP tank, AP tank here. Okay, I will go for AP.好的，以上就是 Team Infinity 的 Team Radio。我们看到两边的血量已经造成一些差距，总共有2500的差距，3000。这血量差距蛮大，因为这一波很明显，从刚听 radio 的时候可以听到说 Team Efficiency 他们的沟通是出现一点点的混乱，有点协调性有点失去的。是，所以这边算是有点其实这个战术还蛮常见的。对，主要是协调没有做好，然后你看 JT 的015弹药架受损，所以他的持续输出能力太差了。小飞把 Lambert 给收掉了。这边刚力也把 Skill 给打掉。车辆比其实是 Team Frequency 较多的，但是血量已经有一个差距。可看 DarkWolf 可不可以好好的把握，就转眼间 Revolution 把人都可以打掉。现在刚力要赶快稳住，对，把 Shafi 给收掉就对了。
这边 DarkWolves 好像没有办法完全掌握他的优势了，不过还有两台血量蛮足够的吧，这样可以可以可以，再可以打。你看现在这边 Badcon 的 25TAP 是满血 Revolution 还有1400的血量，这在末盘处理的时候对于喵跟 Party 来讲这是一个大魔王，因为 Party 血量已经只剩下一发的血量，喵血量还有1200，不过他要面对两台血量比他多很多的一个 25T 跟 25TAP， 所以这个残局对 Team Fusion 来讲是相当难以处理甚至绝望的一个情形。现在看这一场目前看起来 DarkWolves 占有蛮大的优势，就稳稳的把 Team Fusion 给打掉，不过 Revolution 转眼也是被打了两发，对，被抓到 reload 的时间，不过这时候 Yui 的 AP 有弹了。对 Yui， 哇，这时候没抓到 Party， 运气不太好 ，Party 剩下11发。等等等，要等 Backcon reload 完。两边都是弹夹车，所以都会有那个长装填的弱点。对，协调性出，协调性做好，要 Revolution 要 Backcon 要同时出，哇，这样子跑掉。知道追击应该会有感觉没弹吧？看得出来，从小地图我们看到 Revolution 跟 Bacon 也在做追击哦。他们应该率先想把 Party 给打掉。这个啊，这样就不对了。我这边先看到了喵。OK OK， 先抓喵，先抓喵，喵的威胁比较大。一发没有伤害，但把对方履带打掉了两发。对对对，不要卡相见 ，Revolution 要往后退。哇！怎么 Bacon 会停在原地做射击啊？这样子，这样会被 Team Fusion 逆转。这个战绩的问题啊，大哥。还有123滴的 Party， Revolution 现在相当小心，等于是出去谁先打到谁就哇！两台车都四台车都是一发血量，可是 Party 没有量，所以 Party 可以刺杀他们。Party 过了、哦，那个早了。Party 瞄准相当好，先把 Bacon 收掉了，相当可惜哦。这场本来 DarkWolves 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机会获胜的。哇，这个完全就是，这该讲相当的可惜。这边后面真的是比较考验到个人战绩跟经验的问题了。这是沟通的一个问题，沟通没有做好。你理论上来讲，这个残局处理 DarkWolves 怎么看都应该要赢的啊。对，最后面真的是因为血量上面其实 DarkWolves 已经有蛮大的优势的，而且刚好又进入了 T1 的长装填时间。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残局处理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你最后是三打二，而且你有两台车血量，很明显是足够的。那优以这边，我觉得战犯第一个是优以的这个残局处理，他竟然没有做出视野，你有血量有弹的时候没有出去威吓做出视野，那你两台 25T 等 reload 嘛，而且有一台而且已经绕开来，没有受到太多损害，理论上讲这个是对 DarkWolves 有利的一个局。你最后竟然是一台一台车出去送，而且你最后该怎么讲，最后你 Badcon 跟 Revolution 这个最后冲的时候，你应该是要两台同时冲，结果不是，是一台出去了之后，后面另外一台跟上，所以等于有点下水饺的状态。对，所以你看到血量优势瞬间被吃光，你知道吗？我来看一下精彩 replay 这边，这边是一进场的时候两边的会战。这个对，到这边都还是对 DarkWolves 是完全有利的一个大优哦。好，来到这边，你看优以这个。这个优以我就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了。好，来看一下这一场的伤害输出。Party 把其他17发打了接近5000的血量，而且杀了4个人头。Party 真的是这一场的 MVP 哦。再来是喵的把其他17发打了4800的伤害，而 DarkWolves 这边则是用 Revolution 的把其他打了3300的伤害，而刚烈的015 9发打了2800的伤害。Bacom 的 25T。AP 则是打了2375的伤害，再来是 Gronowski 把恰打了1600的伤害。又以八发一千。最后面的 Bacon 和 Revolution 虽然在这张上面输出表现很亮眼，但是在最后对决上确实直接输给了仅剩的 Party。主要是最后那个冲出去的时候，整个是大失误了。那看第二页。第二页这边 Lambert KRV 5发打了1200的一个伤害，那
Carrier 的 KRV 四发1200，那 Shafi 一开始就被抓的，就被压制的死死，五发只有打出2发伤害，719。那 JT 的话，015只有579的伤害，那 Splits 的 103B 这场没有发挥的很好，只有做到一发的输出。那 Skill 跟包含基本上这两台车都是等于是零作用，一个一发，一个零发。是的，是相当可惜，在 Rovinca 这样地图是让 T1 拿下了2胜。对，理论上来讲，刚刚应该是要1-1平手。如果1-1平手，那你接下来还有得打。那你现在0-2，接下来 Steps 跟 Prokhorovka 就会相当的难以去应付了。那刚刚讲到Badcon 跟 Revolution， 那第一个失误点是在于说两个人没有一起冲，这是第一个失误点。那第二个失误点在于说，贝康怎么会停在大高地上给对方给那个 party 抽了血量，把他抽到见底呢？理论上来讲，你已经冲出去了，然后好嘛，那你就应该是抓其中一台车。你这时候要抓party 还是抓另外一台25T？我觉得我没有意见，我觉得都可以，因为两台车其实都是装弹的情况。你这时候先抓一台就会赢了，结果你要，然后第一开始分头抓着就算了，然后你最后一台车停在高地上打狙击，然后还没打到，然后还被抽到剩下一发血量，没有打到真的蛮伤的。对，他应该是想要把残血的喵给稳稳的收掉。对，这个没有，其实应该是两人双打配合，两人直接夹上去把喵给夹掉，然后你接下来再回头料理剩下11滴血的这个 party， 整个就没有事情了。你前面再怎么戳，你怎么戳都不会出事。但是你这种打法就是标准，就是出事的打法。而且你说你这样，而且你这样子站在高地上打，我真的是觉得你完全忽略了 party 剩11滴血还有输出能力这件事情。虽然11滴血是真的是残废啊，但是他还活着，他还是有输出能力啊。对啊，所以其实当时在决定说两个人要一起先把喵给收掉，还是要先把 party 给收掉，这个沟通上面应该是有点状况。沟通上我觉得是两个，这个应该是选手基本观念。你这时候就两个人黏上去，而且喵一脸就是没有弹的样子。对，其实那时候两边都没有什么弹的事，但是刚好都在抢装填，可是也确实都耗到两个人装填完毕。但是 Darkwolf 的弹是我刚刚看的时候是有输出可以拔掉喵这个点了。所以 Darkwolf 可以，你在上面站那个大平台啊，大平台是有什么用哦？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啊，只能这样讲，就是 Darkwolf 真是白白送掉一分。而且 Rovinca 是Darkwolf 自己 pick 的地图，所以没有把握到的话，接下来两场 Step 是会比较难打。Steps 跟 Prokhorovka 嘛，那两张都是平原地图。平原地图讲刚讲过，就是相当注重一个协调队伍的个人战绩跟协调性。那我相信 Team Efficiency 还是优于 Darkwolf， 所以你说这个0-2，接下来 Steps 跟 Prokhorovka 这场比赛可能会比较难救回来。那在昨天的比赛上 ，Darkwolf 其实在攻击方还是有获得胜利的，在 Steps 的地图是1胜1败。嗯哼，那 Darkwolf 昨天赢的场都是城镇场。你看 Ghost Town、Himmelsdorf 这两张关键地图都是以城镇为主的一个地图。那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配车。嗯哼 ，Darkwolf 这边出了一台的113，一台的杠四，一台的103B，一台的4043，还有三台的25T。然后 Team 这边只是带着攻击方出了是一台的 OBJ 140，一台的113，四台的25T 和一台的 IM251。嗯哼。0-2 Darkwolf 这下难打了。那这个 103B 很明显就是要直接冲那个地图右上角的山上。除非你想要把它往前压了，但是我觉得是让它上山效益会比较大。那这时候先排队。是一个蛮明显的配车。那现在也确实如预期的在排队要准备把103推上去。嗯哼。那这时候 Team Efficiency 的选择很聪明，你要推车嘛，你要带一台炮车，你正面一定弱，所以我就直接冲赌赌看你有没有冲的机会。这边咖啡有没有做好足够练习上去呢？应该是可以啦，可以，有。Skill 先 ，R251 先做第一波的开光，看到 Splits 的 25T， 那这一边压了上去。哇，这炮车砸了一发，好痛！
直接把 Revolution 给砸掉了一步。哇 ，Skill 甩这一发没有甩到 Splits。看一下 Skill 的第一视角，这时候他应该会选用自锁定瞄准，然后上去赶快按一下，然后赶快推下来，因为此地不宜久留。然后等包含的13往前推进，包含的13，哇，这边直接被上面的103在这里1134滴，然后1500的血量这样掉了。对，而且被103B 抽到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可以看到103B 在这个点位上面的优势。对，哇，差一点点砸到包含的103。炮车好好凶啊！好，这一波 Team Efficiency 决定撤走。这一波是有点赌说 DarkWolf 会不会犯下失误啦，如果你推车推失败犯下失误，那就是 Team Efficiency 的机会，那没有，那这时候 Team Efficiency 选择拉掉，很聪明，这时候拉掉就对了，因为你继续打你会被山上的这个 Carrier 的 103B 真的会打到都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是谁了。对，我们这边看到 Skill 的 Arrow 是假的，这边有一个 Did you know 了。对，这边 RU251 在当初是被西德军方列为高度机密的战车，那载车是从来没有进入服役啊。那 RU251 我还记得当时沃格敏想要推出载车的时候，好像是当初后来是德国的那个军方一直不愿意开放资料让 WG 去看。嗯，可能认为它不是正式上场的车。主要是德国对于这种。对于战争这两个字的敏感性呢、啊？我们昨天看到 Skill 已经到了一号点位的侧边做站点。嗯哼，那接下来就是刚力的 S7， 对，上去被点亮。哇，这侧面大哥 S7 的炮塔无敌，是在正面，不是侧面。可以让炮车先砸砸看，或是让103B 做盲射。对 ，Gronowski。少见的站在一个负责开关的位置。嗯，对，很少见，因为俄罗斯选手通常打的不会打那么打，不会去开关的位置啊。不是这样讲，而是说俄罗斯选手如果在正中的话，他的这个输出的效用会比拿来开关要大。哇，这时候 skill 被 reset 到了。Lambert 承受两发的攻击。嗯哼。准备看准刚力之后。对 ，Gronowski 还是没有做任何的攻击哦，直接被亮，然后直接退手。咻，炮车，哇，好痛啊！剩51啦。啊，炮车这一发蛮准的。哇，包含真的被打到生活无法自理，剩下51的血量，然后引擎还坏了。包含常常担任这种比较苦力的工作。工具人不是啊。不是工具人，今天不是工具人。今天 T1 的这三场其实都还蛮不错，都会有一些残血的车辆。不过转眼间 Lambert 就被收掉了。对 ，Lambert 在南面待太久了，他走的位置似乎不是很好。他我如果刚才没看错，他是在一个大的大平原上面去跟对方做交战。哇，刚想上去探就挨了345第一发。不对不对，要往这个要往右边一点，对，要往右边一点点。大哥，不是这边，这边是015的坑。他要往右边一点点，而且你要出去探的时候，你不用把整个底盘都亮出来，你要利用刚刚我们前面开场前有看到影片有没有？炮管的根部是一个视野的检查点，你知道炮管根部有露出去那个零线就可以了，你不用到整台车出去。现在依然是有一台车站点哦，剩下30秒。嗯，炮车应该可以再砸一发吧。还是要扣弹，可能要先强行亮出来。其实我觉得可以用103再继续做盲射。你有看到，可是都没有办法砸 skill，我直接 reset 到了。不过波涵被 U 给抓掉，对 skill 也顺势给退走。一旦 reset 到之后，压力又减轻了。现在 Team Efficiency 这边有3000左右的血量优势。但是你看现在血量，这个 Team Efficiency 的任务已经达到了3000的一个优势，已经完成这个站点战术的要求了，把你的血量磨低，而且你还要带一台炮车。
Davo 这边可能也会想用时间的消磨战术，就等你 T1 什么时候要做进攻。但是血量差的有点多，会很危险。对，这边看到刚立的杠七，刚立的杠七，刚那个坡的选择跟探头的那个探出来是整个底盘都探出来了，我觉得他有点太大意了。嗯，或者是说他的操作技巧有点太随便，不应该这样探的啦，不应该这样探。那你这样，那你轻轻猜猜，把血量升到369滴，一发的血量。对，我就想发现自己被亮了，所以先往后退。知道中间有人，那中间是 Granovsky 的靶枪。再磨个一两波，接下来应该就可以开始吃了。看是要从北面开始推，还是从南面开始推？你先抓掉优异是可以的啦。这时候天宇飞行员先抓优异是一个选择。Party 跟 Shafi 的一个双打配合，一台车上去盯住另外一车，把他逼退。来看一下优异这边直接被 Party 给解决掉。对，这样就对了。这样就慢慢的把血量优势持续扩大，在对方的伤口上撒盐。现在变成说是丹沃夫要更小心的布防他们的防守点位。啊 ，JT 就 JT 承受了444滴的伤害，这个是康宝。刚力侧边挨了一发，不过没有伤。啊，没有解决掉刚力，这样这场就难打啦。看一下炮车能不能做事 ，Bad Con 砸到喵吗？来喽，嗯，没有，应该是没有。炮车的真的还是蛮吃一些 RNG 跟运气的。Kevin 的血量掉的非常快、哦，因为 Kevin 被抓到位置，直接被 Party 从侧面给收掉。车辆比已经来到了3-6。那应该这场应该就是 Team Fusion 可以稳稳的收掉，因为还有两分钟的一个时间，三台车都已经被困死了，走不掉。啊 ，Party 解决掉了 Bacon， 对，现在把炮车给收掉，只剩下 Space 和 Revolution。都是一炮的血量，顺利的把 Speed 先收掉。Party 不断在收头呢，有弹嘛？有弹残血就在。Grunowski， 哇，小飞用撞的。对，恭喜 T 拿下了第三场的胜利。嗯哼。